好，再就是主为画像，家主为他画像，这出在功过格，讲述的是顺治初年，这是到了前清了，安徽青阳有一个人家叫吴六房，他家有个仆人叫吴毛。虽然是仆人，但是他持戒修善，念佛不间断。当时正碰到顺治年间，虽然他建立政权了，但是明朝的那些遗老也在南方建立政权，当时建立一个南明弘光政权。左良玉原来在辽东一带跟清军作战的，以后就退到南方辅助这个南明政权，但是又有这种朝廷的这种争斗，左良玉觉得这个朝廷很多言论对他这个有限制。所以他也就出兵要清君侧，这就是碰到这样的事情，这个左玉良的兵渡江，那两兵打仗那就是老百姓就要逃难，吴六房就举家就要逃避这种战事了，在家里的就让吴毛来守宅，那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呢。那么左士兵过来，当然要这个要抢东西，吴毛自然要守护，要保护，这样在格斗当中就被这个贼兵刺了7枪，死。刺了7枪。那么吴毛的弟弟来看，看他赶紧抢救，他又醒过来说：“我有蓄势的恶业，本来应当要受7次的猪身，要投胎7次的猪，由于今世这种持戒念佛的力量，就以这个。”7枪，受这个7枪来散掉了虚世的恶业，当下我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往生。那到后来这个战乱过去之后，这个他的家主吴六房，有一次皇父之间见到吴毛。很庄严的样子，周边都是床幡宝盖这个很多。这个吴毛就屈躬就是问讯，告诉这个家主说我是吴毛，这个有因缘先到天界，偶然经过这个地方。说完之后就不见了，所以这个家族就很尊重他，就把吴毛的像给画出来，请画家画出来，把它挂在尊重的地方，向这个画像来礼敬，你看一个仆人去世之后，让主人向他顶礼，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以7枪就消掉了7世为猪的恶业，那这个在佛门里面因果上叫众报亲受你7世为猪，这是一个很重的业报。
但是你用七枪就把它削掉了，重报亲手。啊，就把原来的冤孽啊业障给消掉了，而且由于他念佛又往生极乐净土，那真是转凡入圣了啊！这就是他的后果。你看今生的持斋啊，持斋持戒念佛，贯通三世，把前世的冤孽给他重报轻受消掉了。那今生的念佛又能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的未来的果报就非常啊圆满了啊。所以身为普人，他有这么甚深的善根，尤其是他在世间法当中能够对主人忠心耿耿啊，所以这一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敦伦尽分呢。我们讲敦，你是什么身份就做什么身份的道德的行为，每一个角色都有道德的义务。